丝巾呢消失，钱币怎么消失的？我手空空的，第一道呢，我拿这个丝巾，很清楚的看到这个丝巾。那我相同，我拿这个黄板，好搭的 coin， 它直接摆在这里，很清楚的呢，直接这样往这边拿着，往上一丢。嗨，这是第二个把戏啊、哦，它是一个皮包方呢消失整个铜板。那我们看着它的整个一个表演流程，皮包放在这里，我把它拿在手上，把它打开，相同我把铜板拿起来，铜板很清楚，我把这个铜板呢直接把它放在皮包框里面去，很清楚的把它摆进去。这个把戏呢是一个钱币呢隔空入杯穿透手，钱币在这里很清楚，在这里我现在左手拿透明杯子，直接呢这个铜板往这边一放， OK。 第二招呢，它是一个钱币折弯的动作，它是哈哈的每金五毛钱，很清楚在这里，它是硬的，直接呢我把它拿起来往这边一看，第八个呢，这个是一个钱币呢，直接贯穿这个怀酒瓶，很清楚的。好，这个铜板在这里，我现在拿这个怀酒瓶，这四面八方呢，稍微看一下，是一个空的怀酒瓶，很清楚。那直接呢，现在是这样，铜板在这里，直接由底下这样贯穿，贯穿在底下。OK。第十个呢，它是一个哈搭的呢，变两个小铜板，我们试看看，这里是哈搭的，很清楚在这里。我现在把它放在我的右手手掌，直接呢把它甩过来到这里，很清楚，变两个小铜板。